十一号，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两器互拍，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嫦娥四号任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在嫦娥四号35天的任务当中呢，鹊桥中继星连续提供对地对月中继通信服务，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突破多项关键的技术。2018年12月8号凌晨，嫦娥四号发射成功，踏上奔赴月球背面征程。自12月12号，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进入环月轨道以来，进行了两次环月轨道修正，与鹊桥中继星进行了四次中继链路测试。1月3号，经过26天的飞行，嫦娥四号探测器顺利着陆月球背面预选区域。我们要完成这么精确的长时间的控制呢，就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定轨精度。我们也是经过前期嫦娥一号到三号等多次任务的磨练，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的定轨的能力呢已经有大大的突破，能够达到百米级的水平，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准确的实行这个月球的轨道的近月的轨道控制，还有准确的瞄准这个着陆点，实施这个动力下降。嫦娥四号探测器落月以来，完成了中继星链路连接、有效载荷开机、两器分离、巡视器月午休眠及唤醒、两器互拍等任务。其中，两器互拍的成功意味着着陆器与巡视器运行完全正常，这也是鹊桥中继星、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任务圆满成功的最后一道关卡。此外，鹊桥中继星在距离月球6万公里的轨道上实现了对地对月的中继通信服务。国内外多个深空测控站连续跟踪中继卫星，中继星成为名副其实的鹊桥。据介绍，嫦娥四号工程任务圆满成功后，嫦娥四号将转入科学探测阶段，着陆器和巡视器将继续开展就位探测和月面巡视探测。应该说呢，我们现在整个通过这次嫦娥四号这个任务啊，我们觉得我们整个深空探测网的这个整个这个工作的整体协调性，还有整体能力有了一个跃升。从目前来说，我们这套测控网已经可以具备支持深空探测的能力。这样也是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业内人士指出，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迈出的一小步，是中国航天向世界科技高峰迈进的一大步。期待未来嫦娥四号的探测可以为宇宙起源提供原创性发现。